这次好像比较好，比较没有到那么远，对。好，虽然是要多射几次，射到更好的。像我那个是去哪的？那个大哥有没有教这个啊？你教这个保险器的？就我们那天看国民绑，我才知道要这样绑。我觉得还是要接上几个课才行。那太多了，我觉得我要写的全程是上新闻的课。那新闻的也不会教到这种啊。对啊，这个从头到尾都要，就你就。应该是那个树艺师那一种的比较会有各种状况，新闻的只是教你爬而已，对吧？可是树艺师那个都是做都市里的树了，好像也不太会。不过你问他新闻，可能会想出一些办法。因为你这里也有另外一颗格里格里咬。对啊，我两颗啊。哦，对，你有两颗啊。对啊，我三颗。它现在也没用格里格里耶。对啊，还有那一个更大的那一个。ID。可是，对对，那个后来我看那个也是用 ID 耶。昨天看到我在做那个简报的时候，看到我在印度的时候看到那个 team 啊，就他那个老师啊。他在印度的芒果树上架的时候，就用 ID 耶。而且他那个树更矮，然后就是只有，就是芒果树的就四周都是很干净。
你先再拉，再拉，拉，你先拉，哎，再拉，好，已经到下一个枝条了，因为要勾到上面的枝条了。哎呦，这样不行哎。它是在大分叉上面的啊，等下绳子这样拉，应该可以把它拉下来了哈。刚才也有啊，那也是拉下。好。好，绳子上去了。好，快要过那个小分叉了，过了，卡住了。一定要戴那个手套才行啊。快到了。到了齁。可能要把它拉下来欸。乱爬的时候会顿一下。会这样掉下来一下。你给他绑好，我从我这边拉看看。要真的要绑好哦，不然不小心拉掉就糗了。这样很容易就破坏到树木欸。好好，下来。等一下从你那边爬上去啊齁。用这里啊。练习一下，找矮一点的树。
那这边要怎么做确保？用一个大滴光柱那个泡泡，然后打一个八折，再大滴下。不会啊，哇，这边上面很难上欸。你先上啊。我看他一条上去了。